全部哈、啊，这边有很长一串，我是担心各位可能会做出有可能会有问题啦，所以你先试试看，如果不行的话哈、啊，可以 Ctrl C， 好、啊、复制哎，再切到什么呢？切到你的 VBA 里面 ，VBA 这个哈、啊、，VBA 开发人员里面 VBA， 然后把刚刚的公式啊一样的位置贴上，盖过去就好了。那基本上它会有这么长一串，这个字太小有没有？工具里面的选项。我把那个撰写风格里面啊，原来9号字啊，就看得有点辛苦，大概改到14好了哈，这样看会比较大一些些，但是会有个问题啊，你会发现这个公式太长了，卷过来嘛，再卷过来，再卷，哇，这样其实哈不好阅读，所以不好阅读啦，在 VBA 的编辑里面呢、啊，特别重要，你不能任意的去按 Enter， 你要如果假设说你要把这个资料换到下一行的话哈。注意一下，就是说它这个本身是一个完整的字串，一直到哪里呢？这个是一个公式，对不对？这个本身是一个公式，我们是放这个是大概丢将来刚才做的部分是在这里，对哈。然后里面放个字串，后面串接什么呢？后面串接 and 一个税嘛哈，串接一个税。刚才这边好像是都帮我多加了一个 n， 再一个税啊，这边好像多了双引号，这个应该是不需要的，多了一个，等一下我看，啊，更正一下 ，and， 这个也是它里面啊，因为里面我们的公式哈、啊，很长一串，这一串 ，OK， 那如果说你要输出到照里面的话哈、啊，有个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刚刚不是已经做好了这个公式，那你要把它放到VBA 里面跑出结果来，我们可以把上面这一串怎么样全部复制，那复制之后贴到哪里呢？贴到中间那个就是后面的那一段。那不过特别注意，我刚刚讲过一个要点，就是说如果你本来是一个单引号的话，贴上去之后怎么样，要把它改成两个啊，不一个双引号，要把它变成两个，所以这边如果是一个，你就要变成再加一个，再加一个，这个再加一个，所以只要看到双引号哈，就要自己再补一个双引号，好 ，OK， 这个是一个规则。那我是把这些贴到什么？那取消一下，再贴上来哈。贴上来之后的话，很长一串哈。那如果这一串基本上就把它贴上来，就刚刚这一串。那贴上之后的话，改哪些地方呢？改这个 i， 本来是25嘛哈，你要把它改成你加一个 i 的变数，那一加改一个，改两个，好，然后改第三个。真是啊，不太容易啊，一次做对的机会很低。好，那全部做完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来执行。我们来执行看看好了，贴上来之后，那看看呢、啊，执行也是执行到哪里呢？执行到我们的 H 栏。那把这个稍微再拉过去一点点好了，好 ，VBA， 将来结果应该输出到这里。那再按下一个执行，把这一串哦执行过来看看 O 不 OK？ 执行。我放错位置，应该是什么 H 才对哈、哦、，H 栏直接输出 ，OK。那各位可以看到刚刚的公式有没有就被我们输出到我们指定的储存格上面了？那因为呢哈、哦，这个 I 的值会变嘛，所以25一样是 H 栏啊、哦，直接放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哈、哦，全部都帮我们把结果放过来啊、哦。这个是公式的部分。那所以如果各位等一下参考的话，我在云端上面已经有放这个了，我把这边改一下。这边改成 H， 哦，会很长一串。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哈、哦，也可以去那个这个画面上面看。OK， 这里哈、哦、VBA 部分，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